纵观日本第七站，拥有绝美夜景的北方城市美瑛町。我发现马路对面就是吃烤肉的，好像。是吗？好时尚的道の駅啊！我今天刚想说我要吃烤肉，然后结果就在这个。可以，我也可以喝酒。对啊，再几天就有一个。好棒啊！大家好，我是赵纯，今天我们吃北海道特色烤肉。干杯！好久没喝啤酒了。好爽。不作だったようで。ちっちゃいんだ。実家がトマト農家なんだ。トマトだけじゃないです。キュウリもナスも。ああ、そうなんだ。はい。まあトマト。他这一盘275。这一个。对。我只有一次可以翻，为什么？好吃呗。你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爸还点了一道很日本的烤肉。直接吃生鸡蛋、生牛肉。还有一片。对。好吃，中国的肯定吃不了。不行。跟中国北方一样，北海道人也非常喜欢吃羊肉。嗯，好嫩。但是羊味都是羊肉的，但是口感完全不一样。对。他不断的吃。然后我觉得我还能吃。这样的妈妈好久没谈。你们走吧，我应该再吃两盘，是吧？他已经吃饱了。对呀，我也吃饱了呀。哎，为什么？これかっこいいですか？そうですね。ジェダイの逆進出てくる、あの、こう回ってくるやつとか、はい、こんな感じ。あのコロナになる前に、あの中国のタレを、上海のイトヨーカドーに下ろすっていうことがあったんですけど、今回ちょっとダメになっちゃった。へぇ、リベンジします。あ、素晴らしい。そうなんです。はい、何名様で？3名様。3名様。カズエさん、地方はすごいんだよね。え、ああ、使います。地方は、はい、台北使えるんですか？はい。どうしましょう、おかしい。おかしいでしょ。試して。いや、おかしいでしょ。没有人。喜欢吗？嗯。但作为游客来讲，来这边真的心情很好。北欧的感觉，没人。它这个街道整体，我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很魔幻，连线的来，不像那个日本。对，我那也，嗯，日本一般的主干线挺多的，而且还有一个特点，街上的房子上面都标注着店铺开业的年份。你知道吗？车站它是昭和27年建成的，它并没有那么新。这条街道，这个街的风景是很多人用20多年慢慢建起来的。所以美瑛是一座适合退休老人的城市。我们的旅程也快接近尾声了，希望明天也能吃到好吃的烤肉。嗯，好像是消过毒了。这个人也已经睡了，还没睡呢。哇，这个可爱呢。